冲一个这个藕粉哈，这两天有活动，原价是39.8块两罐，然后16号、17号、18号三天是29.8块两罐，降了10块钱，活动10块钱，很合适啊！想拍的这两天抓紧，再来点吧，再来半勺，我这个勺比较大。里边是带坚果的，然后加一点水，要凉水，凉水先给它搅拌一下。我这个勺太大了，我多放点水啊。你们正常放两勺藕粉的情况下放3勺水就差不多，比那个水比藕粉多一勺基本上就可以，然后给它搅拌。给它搅拌匀了，然后倒热水，一定要完全烧开的水，一定是热水壶完全烧开的这种水，不热的不行就冲沸了。然后不停的搅拌，一定要快速给它搅拌，边倒边搅，有点多了，我这个太多了。我刚才冲沸了一碗，我妈太坑了，她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她冲了一碗喝了，然后就把那个水就直接拿给我了，那个水已经放了半个小时，它已经凉了知道吗，但是就是视觉上它还是热的，结果倒进去完了就没冲起来。你们一定要刚烧开的水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喜欢吃就是稀一点的就多倒点水，喜欢吃稠一点的你就少倒点，我就觉得这样刚刚好。里边有坚果还有葡萄干，胡萝卜干啊，这是黄色的，应该是